Hello， 早上好呀，小朋友。看看今天我要从哪儿找玩具啦？呀，不错不错，刚来就看到了。一起看看这个是什么车吧。小朋友，你认识这个是什么车吗？没错，它就是集装箱货运车。还是军绿色的呢。小朋友，你想不想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再看看那一个是什么吧。呀，这里怎么还一个拖车呀？哈哈，这个都认识吧？对，它就是吊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这个吊车跟我们家的好像呀，该不会是我们的吧？先把你放这儿，我一会儿再来拿。再找一找，看还有没有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也是金绿色的拖车。这个拖车有点大呀，我一个手都拿不过来了。这应该是解放军叔叔的拖车包。走吧，我带你，今天就找到这儿吧。